笑，却在手铸就最气纷扰。有多少痴情人望断天涯见不到，秋水长风落飘，心中星光昏倒。有多少江湖事古往今来解不了，袖中的剑指尖的刀，图画的短尘世中情缘，望穿的水彼岸的花，不怕赴汤轮回千年修得姻缘。情缘的剑，时光的沙，无法隔绝我的离思念。想你为你牵你痛你恋你爱你，却知道五行鬼门阵。大木头，你再想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了，这太吓人了。你真的很怕？嗯。那你在这里待着，我自己过去。不不不不不，石鸠哥哥，你别丢下我不管。那好，你跟着我，别走错，走错一步，你就死定了。我腿软，走不动了。女人就是麻烦，你到底要怎样？你背我过去吧。这样我就不用费劲跟着你了，也省得你照顾我分神。愣着干嘛？快蹲下！你要是不敢看，就闭着眼睛。大木头，我们不会死在这里吧？死什么死啊，真不吉利。看为夫是如何神勇地背着你闯阵过关的。那为妻，拭目以待。还是我好看。我问你话呢，天落你就别想了，还有龙满风了。木姐姐其实也不错，
性格虽然有些冷，但心肠好像不坏。武功像吗？那就更不用说了，整个武林绝对是找不出第二个。要不要我帮你说道说道？你怎么不说话？心虚了？你们男人有什么花花肠子？一事无成。听我说中了吧？是鬼使。这里是阵眼，只要你站在这块鬼砖上，阵型就不会动，我们会很安全。但你记住，千万不要动。我去跟鬼使一战。喂，别担心，鬼使应该还没有看到木符，况且他私自出塔也违反了组织，他不敢怎么样。哦，对了，你刚刚问我什么来着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在我眼里，你最好看。千万别动，否则咱们就死定了。说当年百里家族锻造了十把神兵利器，而你手中的寒血古剑被称为木派圣器。今天总算有幸见到了。哼，鬼使之刃不也是木派圣器吗？说得对，穆王城与洛家本来就同祖同宗。哼，既然同祖同宗，就是同一个组织。鬼使神差中守通灵塔，生来无命，死去无魂，你竟然擅离职守。我知道，自踏出通灵塔的那一刻就已经错了，但我不得不来。
不得不来。这是我的宿命，无需解释。那只有一战。你虽是洛家少主，但你想过这干尸阵，还需先过我这一关。别废话了，看剑！刚练成，就是这么大力，哼，也不怕断了。师兄，你没事吧？今天你一个都不能跑掉！这里有我，你们去挡住楚夫人。千洛，你先挡住楚夫人。鬼使交给我了，石秋，你快去拿破木力。门凤，鬼使太厉害了，咱们一起对付他。你快去木门，独孤墨走了密道。我怎么办？大木头，我怎么办？你也走啊。这，你不是说我不能动的吗？一动就死定了。哈哈哈，我骗你的。走，我的这道鬼砖干尸阵就已经破了。你这个死木头，你也学会骗我了。